洲四小虎指的是什么？亚洲四小虎是指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。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就像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，因而得名。可惜的是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，这四小虎未能像四小龙一样打稳经济基础。泰国、印尼和菲律宾欠下国际货币基金会一大笔债务，马来西亚实施多项硬性保护国家金融体系的货币管制条例，并在种族问题方面有不平等的政策，最开始固步自封。